这是来自一个高度发达的外星生物，他们在宇宙间横行霸道，消灭了无数个星际文明。20年前，他们曾派出丧彪一号来到地球，试图抢夺丰富的资源，以壮大他们的实力。好在人类取得了决定性胜利，并利用他们遗留在地球的飞船，打造了更为先进的防御系统，甚至在月球建造了多个防御基地。但殊不知，那艘遗留在地球的外星飞船一直在向他们的母星发送求救信号，地球的位置已经被暴露，危险也即将来临。而就在今天，这些被关押的外星人也突然异常兴奋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在飞船坠毁的地方，附近的村民都在脑海中出现一个莫名的符号，这让参与调查的老白都摸不着头脑。而就在这时，月球上空突然冒出一个诡异漩涡，随之一个巨大的球体缓慢出现在地球表面。老白看着这个造型，与他们之前看到的符号极为相似，但和20年前入侵地球的外星人并不相同。但在鹰将看来，不管是不是先下手为强，这风格的确很符合鹰将，随即向巨型球体发射出激光炮。球体被击落到了月球的一个陨石坑中，为了一探究竟怎么回事，老白他们驾驶飞船飞往月球看看这个球体，决定把它带到51区仔细研究。而就在这时，一艘巨大飞船突然出现在月球上空，直径更是长达4800公里，体积之大覆盖住了大半个月球，这明显比20年的那一艘飞船还要庞大。整个月球基地陷入一片混乱，陨石到处坠落，关键时刻，老白他们抓起白色球体，放入了飞船中逃离了这里。与此同时，月球基地的防御系统开始向飞船发起攻击，但怎料它有着强大的防护罩，根本伤害不了它，这反而激怒了外星飞船，向人类发起攻击，月球的防御系统彻底被摧毁。只见这庞然大物摩擦着月球表面，正向地球飞去，位于太空的地球防御系统也在顷刻间飞灰烟灭，人类即将面临一场浩劫。这是一艘长达4800公里的巨型飞船，不远万里来到地球，试图摧毁这里的一切，所到之处的物体无不被吸附到上空，整颗星球恍如世界末日，没有人逃得过去。而此时老白他们也被吸附了上去。没多久，外星飞船的磁力开始消失，被吸附的物体开始急速向下坠落。老白他们驾驶着飞船，四处躲避空中到处正在下坠的物体，多次险些被砸中，好在最后一刻逃离了过去。与此同时，巨大的飞船甚至都覆盖住了海洋，一片火海向海洋中的船只袭来。而老白的父亲此时还在船上，随着外星飞船靠着巨大的支架停稳在地球，整个海洋掀起了巨浪，多个城市被淹没摧毁，最后整个外星飞船覆盖住了地球表面。20年前曾经拯救人类的前总统随即赶往51区，趁人不注意独自进入了被关押的外星人隔离舱中，试图能从中获得一些有价值的信息，刚进去就被外星人勒住了。 Can you hear us? 当他们拿出原型符号时，外星人突然紧张起来，眼看他要被杀害，关键时刻，老黑一个背部插刀，直接解决了他。与此同时，他们发现外星飞船再次在大洋中心钻洞，钻孔直径达到 1.6 公里，一旦打到地核，地球的磁场就会被破坏，整个人类文明就会灰飞烟灭。老白经过对他们飞船的分析发现，这艘外星飞船的结构就像是虫族服务。再想到刚才外星人说的他，飞船中央应该有一个丰厚女王，如果我们杀掉女王，就可以取得胜利。话不多说，他们开始制定反攻计划，准备将核弹带到外星飞船，一举歼灭他们。只见无数战机倾巢出动，但地球人类还是轻敌了，刚来到飞船上空便遭到了外星飞船的火力攻击，无数密密麻麻战机被摧毁，溃不成军。就在这时，携带核弹的轰炸小队在飞船侧面发现了一个通风口，在队友的帮助下，轰炸小队从通风口进入了飞船内部，里面安静的诡异，船体内居然还有完整的生态系统，殊不知这都是女王设下的圈套，他们很快锁定了目标女王，就在准备发射核弹攻击时，居然遭到了对方的信号干扰，整个飞船都丧失了动能，无数无人机开始向他们袭击而来，核弹也被干扰，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启动了核弹自爆，结果被他们锁定住在了一个能量场。幸运的是还有几名队员存活，小帅和老黑躲在水下憋了几分钟才算躲过一劫，并与其他几名队友进行了会合。面对如此局面，他们计划抢夺外星人的飞船离开这里，为了分散外星人的注意力，小帅直接跑到了控制台下方挑衅他们。 Excuse me. Down here. There you go. 把这哥俩看得一愣一愣的，甚至在他们飞船来一个到此一游，这般操作真是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就在这时，几个外星人从舱门出来准备暴击小帅，关键时刻他们驾驶着外星人的飞船发起攻击，直接撞飞了这几个外星人。而就在这时，有一个外星人还活着，小帅上去就是一拳。
很快，几人驾驶飞船准备逃离，外星飞船在后面穷追不舍。就在舱门即将关闭的一刻，安全逃了出去。与此同时，博士拿出激光切割机，正将那个白色球体切开，没多久就滚落了出来。这个男人好奇地触摸着这个外星球体，结果手居然被吸了进去，而下一秒，这个白色球体居然开口说话了。I deconstructed your primitive language. We're primitive? 原来这东西来自一个遥远的高等文明，他们拥有着先进的科技水平，但掠夺者在宇宙间肆无忌惮地吞噬各个星球的文明，抢夺他们的资源，而白色球体的文明也被摧毁。他是最后的生还者，体内拥有着可以打败他的先进文明，但留给人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因为白色球体的启动，外星人女王能感知到他的位置，正驾驶飞船带领众多小弟向白球方向飞来。面对如此局面，老白决定把白球放入隔离室，阻止其信号的定位，然后仿制了一个白球的信号频率，将其藏在诱饵牵引机中，再在里面装上核弹，把女王引到郊外引爆。但由于卫星系统已经被外星人摧毁，只能人力引爆。人类存亡之际，前任总统决定由自己来摧毁这一切，就像20年前一样，将这些外星人消灭干净。人类的终极之战即将打响，只见密密麻麻的外星战舰向人类指挥中心发起攻击，甚至母舰再次发射出超能高炮。很快，总统带着假信号飞离了指挥中心，外星女王果然上当跟了过去。在她女儿小美的掩护下，她驾驶战机从下方飞了进去，来到了女王附近，直接引爆了核弹。就在众人以为取得了最终胜利时，却发现外面的外星战机并没有停止进攻。只见女王从飞船废墟中攀爬了出来，后面的战机随即向其发起攻击，但在一轮又一轮的扫射下，女王依然毫发无损，人类战机反被击中好几架。小美驾驶战斗机朝着他正面直冲而上，终于打破了他的防护罩。而就在这时，小美的战机也被其击中，好在最后一刻逃离了出来。眼看女王就要追上小美，从母舰逃离出来的小帅他们驾驶飞船飞了过来，向女王连续射击，摧毁了她的武器。而就在这时，女王召唤出密密麻麻的战机，将自己包围了起来，形成一个战机防护罩。与此同时，指挥中心遭到炮击后，白球的隔离室也被损坏，收到信号的女王也随即向基地赶来，一巴掌直接抢走了白球。危急时刻，被困在环绕圈的小帅他们决定启用聚变引擎，而这东西原本只能在太空使用，在聚变引擎的作用下，飞船急速转动，摆脱了外星的控制。随后一个俯冲向女王发起进攻，老黑很快发现了女王的弱点，他们一起向女王的触角发起猛烈攻击，没多久便褪去了她那厚厚的保护壳，彻底倒了下去。紧接着，那些密密麻麻的外星战机也随之坠落，人类再次战胜了高等文明的外星人，外星母舰也随之逃之夭夭了，而这个白色球体也完好无损地回来了。人类将利用它里面的科技知识实现星际旅行，不久的将来将主动出击，打败收割者的老巢。